这边少了一个辈儿，如果是有阿平陪着就好了，就更完美了。老八一早晨就去摘那个白菜去了，他知道阿青喜欢吃那个白菜。爸，你也没给我摔一下，这么早的去摘白菜去了。这是阿平搁家的时候，搁山上搭的椅子，我打算给妹妹留着，再给妹妹带走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也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吃得习惯。那你尝尝呗，都这些。嗯，好的。我今天我就出发了嘛，你们在家里面一定保护好身体啊。好，好。给这袋子叫装了。好。这小白菜。老爸老妈知道阿青喜欢吃，特意早晨起来摘的，比较新鲜一点，把它带过去。妈，做好身体啊，没事锻炼锻炼啊。一路顺风。没事没事啊，我这这么大人了，你放心好了。嗯。爸，保好身体啊。好。走，我们出发。爸，你慢点回去啊，不要注意安全啊。啊哈，走了吧，啊，你慢点开啊，好，你走吧，啊。出发厦门，我们厦门见，家人们。现在在我们河南驻马店这边等车呢，人还是蛮多的，等一下就要出发了。现在坐上车了，可惜这边少了一个辈儿，如果是有阿平陪着就好了，就更完美了。从早晨坐到现在坐了将近9个小时，马上就要到厦门了。我弟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车站准备接我了，我们厦门见。准备下车，现在到厦门火车站了，我弟在车站等我呢，马上到了。现在我弟接到我了，看来我弟我很开心，好久不见了，有啊？开心吗？开心，有快一个月了啊。有了。嗯，真的很快，时间过得。你们这边还是这么热？这边啊？热，20多度。老家那边都是天天下雨，你看我还穿了长袖。嗯。我还担心来这边哈，带衣服比较少呢。没想到这边还是短袖，还是这边比较好一点。刚吃完饭和阿青毛蛋去菜里面转了一下，来这边感觉到特别亲切，来厦门也有十几年了，挺开心的。来这边今天阿青做这么多菜好吃的，晚上吃的蛮饱的，但是现在呢又有点饿了，这么多菜怕浪费掉，我们把它扫掉。毛蛋哈哈，你多扫一点好不好？一起扫掉啊，吃掉。我去拿碗去啊。多装一点。啊？多装一点，锅里面给它装完。够了。都锅里面给它装完，你都吃了。装不完了。好久没吃到我家的味道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好久没吃阿青做的饭了，这一半留给毛蛋吃。你多吃一点，我天天都在吃。现在毛蛋是摄影师啊，第一放下毛蛋开始吃了啊。行啊，啊，你还不过来吃饭？我不行，我牙疼，吃不了。再吃点啊。我也想吃啊，那个菜我都特想吃，牙痛连菜都咬不了。他也是没这个口福，那我们就吃吧啊。这种我自己煮的，我没这个口福。牙疼没办法。